这几年来辛苦你啊，你会当伫东军，也搁陈忠信的面头前演戏。不过我敢当拜托你，莫安尼对待我好不好？那呢？你我后悔啊！你是去安吉，阿哥完罢了哦。我就知影我错唔对。姑姑妈咪，你哪都无讲。你看你们想我这几年来，三不五时对你安尼借口倒下。子涵，老家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，我也是罪魁祸首啊！所以你对我的口舌，我的动作，是我对我家己的听话。所以你无怨恨大家，我怨恨我家己，和金叔牵的行，才造成我的命不如看。这几年来，我每一天都在忏悔，我就怨恨我家己。你莫安尼想啊！哥听你讲到这了，虽然我感觉足安慰的，阿母哥嘛替你足唔甘的。当真嘞，伊做李伟了，继续这个陈忠信浪费时间，阿母哥伊跟我同款，点么演戏？一开始确实是安尼梦中，阿母哥慢慢。我都看到伊对权势野心，甚至包括我，还佮伊妈妈会反对，坚持要选立委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对伊称心啊。你会当佮伊离婚啊？我若是佮伊离婚，我就一无所有。过去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人生。都是为着伊在活的，现在伊有权有势，我煞电脑的我可以，所以就算讲真是要离婚，现在嘛不是时阵。不怪你会去进修，为着要充实你家己，让家己更加独立。我看到伊一步一步行偏，啊，不过我煞无这个材料，家己都倒来。我更加后悔，我竟然会爱着这款人，会为着伊反背爱我，听着我，可以整夜啪啪啪啪，甚至还是安姐，阿公，阿公我真是啪啪。坦白讲，我甲东俊阿妈无情。这么多年，也不是话长就会当长的。我现在跟他会当讲是相敬如宾，他所做的歹代志，我也是认不见为真。啊，不过，若是有人会当给他一丝还头，把他救倒回来，我会感觉真欢喜。所以讲。我真正就希望，予东军这时还头，该救倒转来人是你。我伫黑市内面，我伫五年啊，嘛无听到一声。陈忠信一直都封闭我的，干那我做一个物流主任尔，所以我也无才调
做着啥？爸，你千万唔通失志。为着反败为胜一天，我已经做好十足准备啊。金明，爸知影你已经摕到公共关系甲政治双学位啊，啊，不过我无希望你跟我同款，啊，你掠落去。你唔通安尼反起反倒呢？为着行到这步，我甚至放弃我上爱的亲人，啊，佮我的兴趣，你即马煞叫我放弃？你先听我讲，我拢想过啊。既然你今仔日已经行到这步啊，就表示讲你的未来一定真有前途。你莫甲我讲，你爱我好好照顾我家己就好。若真正是安尼，歹势，我做袂到。志明，好阿公，你无煞靠靠伊啊。有偌济人会当亲像子涵同款，伫遮尔短的时间内摕到双学位？可见，伊是下定决心的。哥，我嘛甲伊斗相共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阮，啊，佮有你家己，推开你有信心吼。好，咱来做伙。共同打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定会跟咱重新一路倒，重新振作咱罗家。日月新饭店已经讲好合作啊，那安尼是不是应该派人去管理饭店啊？日月新是武山集团买落来了，咱这边是因为子倩引进的喜悦国际连锁饭店来加盟，所以哦，咱就有这个机会去跟伊合作啦。给给咱派人去也干多年了。目前啊，咱就已经成立台湾喜悦公司，主要就是专门负责加盟的代志。要成立台湾喜悦公司，那安尼是不是应该叫一个对饭店经营真有经验的人才？那是安尼，除了罗家峰，我想无其他更好的人。小姐，你来向我讲了这，敢讲家峰去接你的时阵，我跟你讲啥是吧？这较有可能啊，那不是因为志翰哦，伊看到我这卖骨小妹，应该感觉真惨吧？我只是希望想到，以前永兴饭店是伊在欢的，而且嘛经营甲真好啊。你可以做什么物流主任哦？真正是大材小用。看起来亚杰是想要帮助罗家凤，我有一个重新站起来的舞台。爸。既然罗家峰今嘛已经无什么野心嘛，过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日子，那呢不如你能考虑看卖亚杰意见啦。把罗家峰最好利用的价值咯，好好运用一下。罗家峰，兄仔家己啊，拢看袂就吧，迄个后生，我也惊伊。那呢，你丢到啥？其实坦白讲啦，伊今嘛嘛无选择啦，那是迄个位置，想要囥家己人。在座的，我看嘛只有阿姆适合，啊，不过阿姆嘛无经营饭店的经验啊，啊，到最后伊嘛是爱直接去问伊的哥哥罗家峰，安尼说一点，敢有较赢？假使讲你也是要派我去，嘛是会用的啊。台湾喜悦原本就是一间空壳公司，万一若真正出代志，万世负责人就该要担起法律的责任。安尼我哪有可能让亚杰去？啊，一个查某人，头壳一转，唔知要创啥。你上爱重要就是赶紧替陈家生一个金孙，唔才对。我已经帮你自由自在哦。真侪时间啊啦，我无可能阁有你外口继续甲人交一个应酬。好啦，就照你的建议，这间公司就罗家峰伊去主持就好。还是讲，下期啊，你也甲监督好势，唔通有机会阁在我咧变鬼变怪。每人阁爱抱生囝哦，我只是提出意见，监督是你的代志。哼，我人情拢总做恁阿咧。我已经给罗家峰升职了，你拢无需要甲我讲些多谢。我只不过是发表意见尔，最后的决定权在你的身上，我想做要甲你说多谢。
搁再讲，罗家峰是毋是当还心，搞我什么地带？我只是无希望东俊伫背后出战一难，最后一顶扛。我是无希望阮爸去去予伊利用啦，因为亲像你这款忘阮背伊的人，那有可能对伊好，那有可能甲伊洗脱下。而且罗家峰替你做代志，到最后钱嘛是你在赚啊。不管安怎想哦，也是你赢。啊，结果必须要大家感谢你，你安尼敢会受超过？因即马是安那？一人一句安尼，因吹因字，搁因来煞嘴呢哈。好啦，大家讲到安尼，嘴角喘破。人罗家峰啊，是毋是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哦？还阁是一个问题啦。因为伊还袂答应竞争啊，咱卖讲安尼黑白发表意见啦。这几年来，我伫咧政治界打拼经营，是英雄得天时地利，会员公司顺风顺水，如鱼得水啊。你伫国外时阵，我无得照顾着你啊。啊，既然你已经回来啊，就算讲天放落来，嘛有这个老公啊来替你担，所以你啥物拢唔免烦恼啊。好啦，既然你无想要啉牛奶哦，迄嘛无要紧，无我替你掠奶啊，经过了放我轻松，安尼嘛较好困。姐，怎么想做？先破坏再建设行，我今晚骗他呢，更不是厉害的。那是什么？干嘛当卖过本改呀？这几年来你所讲的理由，我听了就哑神呢，嘛无感觉啊。我唔是无在做啊。哼，你有在做？你做啥？你敢会记你当初讲过，咱挖苦陈忠信是为着要利用陈忠信的资源来打击所有糟蹋过咱的人。老公，这其中也包括陈忠信，这个初心，敢讲你袂记得啊？我当然嘛无放袂记啊。哪里想做？你当讲一套做一套。对，罗家倒啊，啊，不过这几年来，你敢有找陈忠信算账？无，你颠倒甲会愈行愈歪。陈东俊，你敢过会记哩？我的小妹。是因为咱报仇才会死的。我的亲生爸爸，到即卖下落不明，是生是死拢唔知影。陈东俊，你甲陈昌盛的如鱼得水，是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，你拢袂感觉心虚？这个代志，咱已经讲过真侪遍啦。温金杰啊，被人列为失踪人口。已经五年了，这五年来，我嘛从来唔捌放弃，想要找到伊。用个当用的资源，我嘛拢运用啊。啊，不过就是找不到人。我嘛知影这是你心肝内上大的遗憾甲痛苦。我嘛就是要替你去圆满你能找到伊的心愿。啊，不过这本书就是大海的梦枕呢，我干哪会当尽力啊？啊，现在你就是唔肯暂时把这个代志放下呢？我是免做放下。你是我的爸爸，那不是因为咱挖苦陈忠信，你敢会出意外啊？今嘛，你去欢迎申请阮爸爸死亡证明，都干了剩两年，这两年过了后，我嘛必须要放弃啊。到迄个时阵。你来高头三工，找陈忠信报仇的无？嗯？